欢迎收看由老板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遇见大咖》。老板第四代大吸力油烟机，两倍风压，超大吸力。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独家特约，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今天我们要遇见的这位大咖，他的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他很低调，不管是投资京东一战成名，还是力推腾讯和京东的合作，里程碑式的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电商格局。这个人一直都隐藏在幕后，外界和公众几乎不知道他。今天就让我们来遇见这位神秘、低调，但是却风头最劲的投资人——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兼 CEO 张磊。穿过一条条小巷，今晚有两场晚宴等着张磊。拍一个灯牌，对，灯牌。媒体早已将晚宴的入口围得水泄不通。马化腾来了，美团的王兴、五八的姚劲波都来了，这饭局可谓大佬云集。蹭吃蹭喝，蹭吃蹭喝。被张磊调侃成蹭吃蹭喝的饭局，一场是丁磊年年都搞的，另一场则是京东和美团主导的东兴饭局。大佬们吃什么玩什么，这已经成为每年互联网大会中最有情趣的单元。尤其是大佬们的座次更耐人寻味。按坊间的说法，公司牛不牛，老板火不火，全看这饭桌上怎么做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张磊无疑是火的。但这样一个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异常陌生的张磊，究竟做了什么，能和这些大佬齐聚一堂，把酒言欢呢？这一次好像是临时决定要来，是吧？对对对，也是。为什么呀？这还是很多老友都打电话呀，一块儿来吃个饭，聚一聚，这样。事实上，在投资界，张磊几乎是无人不晓。从腾讯、京东到滴滴、美团，从美的、格力到蓝月亮，从江小白到孩子王，张磊已然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商格局。2016年，腾讯电商和京东合并，腾讯成为京东的第一大股东。这起大变局的幕后推手正是张磊。他更因投资京东一战成名。2010年，几乎无人看好京东的重资产模式，但张磊却坚持要给京东3亿美金。那2010年刘强东找你的时候，是他主动来找的你？也说不上，在一个普通的一个会上去见到他了，就是很。后来呢，他就再来找我，在我办公室里聊，聊聊天。很多人是不看好的，因为他是一个重资产的商业模式嘛，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因为投资人大家都喜欢轻资产嘛，那谁会喜欢重资产呢？他只要7500万美金，你非要给他3亿，他需要很多，但是你为什么坚持要给3亿美金？对，这个还真是我算了这笔账的啊，算了的啊，我就精算了，还真不是为了这个恭维他，或者说为了给他个惊喜，还真不是，就我算了这笔账，就是他，我认为企业家很多时候他，就是。有时候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的困难。我当时算的这笔账，就是只是在大城市，把这件事做成电商模式，至少需要，当时我跟他算，至少需要25亿人民币。我跟他说为什么？你多少要建仓库，多少要建物流中心，多少建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我说你7500万美元都不够你这个把这个实践给实验出来的。我要么你接受我整个钱，要么我就不投了。就说明，要么你就说明你根本都没看清楚。你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挑战困难，你就得需要这么多钱，而且这个钱都不够，这个钱只是给你把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前几个做出来的一个模板，拿了这笔钱做了这个模板以后，才能上市融更多的钱继续去做这件事情。2010年是不是您管理的这个钱也越来越多了，所以3亿美金也就还行。对，比例也蛮高的，比例也蛮高的。对对对对，也就是我相信这个。人的精力有限了，我不喜欢天女散花式的投资嘛，投一大堆企业，然后
有点赌博一样，等着希望看哪个能长出来。所以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在您这儿是不成立的。对，我会有不同篮子，但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我就只需要做我认为最好的投资，然后，我认为最好的投资去创造价值去。认为自己是在做最好投资的张磊，在当时却被人称为人傻钱多。但随着京东的崛起、上市，一路狂奔，3亿美元变成几十亿美元后，嘲笑声自动退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张磊刮目相看。未读邮件1418，别人早上一起来先欠别人1418。我还好，就是大部分重要的我都已经记到那个分群里面了。这个工作量好大，把它分了群，感觉对，所以说可能还是得效率要高一点。本来你看这里，我这个本来这个眼镜是我运动的时候打壁球用的，现在都中间来回都懒得切换了，就习惯了，上班也用了，大家都习惯了，就是你成心戴这个眼镜也行，本来塑料眼镜很便宜的，就是打球用的。质疑中国国家，我们就去海外充电。按照表格中的安排，张磊要去了解的前沿技术包括量子技术、基因免疫治疗等等。我是学文科的，我不是学这个，但是我觉得学文科给我们，我觉得有两个好处，实际上学高科技，没准比学高科技的人还有他相对优势呢。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被你的学科所局限；你第二个，你能用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反正你没学过，你可以问最笨的、最傻的问题，没有人觉得你笨，反正知道你没学过，那你就可以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有能力问最基本的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学习能力。这不是骑行吗？你不是说这个？哎，这个大家哎，对，今天给我补一个这个照片，我得那个谁给我补一个照片，我得给他世界骑行日，好吗？哎，他们那个车到了吧？腾讯的到了。您跟腾讯是去开一个高层的会议？对，我们开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个战略研讨会啊，那就是大家讨论会吧。我要去，抱歉，我是因为要换一下衣服，我不太喜欢穿西装去。跟他们学习吧，主要是跟这些，经常去这些互联网公司面去开会嘛，听他们学习。一般都是我们就一两个人去，听他们，见他们很多人的。单枪匹马去大公司头脑风暴，对于投资人而言是常态，但鲜有人知道。张磊跟腾讯打交道已经有十几年，早在2005年创办高瓴时，在业界毫无名气的他投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腾讯。当时呢，就是看了很多项目，但是后来研究来研究去，说哎，投这些东西还不如投资腾讯呢。那为什么呢？就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整个公司市值只有21，这十几个亿美元，那现在将近5000亿美元。当时就做大量做调研，说哎，这怎么？当时觉得挑战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就想不通。大家身边人没人用 QQ， 2005年的时候，大家都用 MSN 的，没有人，只有那个当时叫腾讯用户3D 是吧？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对，只有3D 用户的人用 QQ。后来这个也是就是跑地方调研，蛮有意思。就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们当然也调研很多，去那个义乌的小商品城调研，去看别人怎么去交流嘛。后来发现每一个那个摊主都给你递的那个名片都是一个手机号、QQ 号，然后后来去那个地方的招商办，这个义乌的招商办上面自己就是一个 QQ 号。我会发现，我说这个深度啊，用户的深度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就是他对中国的覆盖。但是听起来有点像赌赢了的感觉。你说有没有赌的成分？有可能是有的，但我不认为是赌。我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做调研以后，你有一种信念。这个信念的根本就认为，就是我一直就相信了一点，就是任何一个商业，不要去问你要赚多少钱，不要看他今天的收入和利润，这都没有意义。首先要看他给这个社会，给他所针对的消费者
客户创造了多少价值。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是为社会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家。明白。那么至于他的收入早晚会跟上的，他的利润早晚会跟上的，社会早晚会奖励这样的不断的疯狂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家的。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招我们就信这个一定会出现，但能出现的这么大，这是没想到。你下午都在吗？张磊说，说到底他们投资靠的是不断学习，不断问问题，做研究，他没有所谓的消息，也没有什么资源。所以2005年他开始创业，懂行的人，搞金融的人，就没人看好他。好，谢谢谢谢。对，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你行吗？然后看了看我的这个历史业绩，也没看出来啊，就没有加入啊，都没有加入，只有一个同学的夫人加入了，我知道。对，最后就这个同学最后就说，哎呀，不过他那个我了，你说已经在一个大律师事务所都做到合伙人了，你说的这事儿呢，我觉得还是不太靠谱。但是呢，我那个让我太太去给你那个去给你那个帮帮忙吧，这个同学的夫人来了，那个说这个。我以前北师大毕业的，你要的证书我都有，但是投资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你想我最早招的这几个人都没做过投资嘛，这个显然去融资找这个 LP 拿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怪，就是你们这反正有人评价说哈，人都是非常看的都很好的好人，但有点乌合之众感觉。张磊当年创业时和五个合伙人都不是科班出身，唯一算得上跟金融相关的就是张磊，但他说其实他也是半路出家。张磊1972年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父亲在外贸局上班，母亲是律师。他1990年参加高考，以当地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张磊去美国耶鲁大学继续学习。这几个老照片你都有了是吧？对，这个是在你的。这老不是，这就是原来的业务的，办公室，现在搬了嘛。这原来老的那个楼。就你实习的那个楼吗？对啊，我工作实习那个楼。但这个时候是你实习的时候吗？对啊，就是我实习时候，这是我2001年、2002年的时候啊，这16年前呢，我，这就16年前的我，就这样。张磊说，他上大学的时候也没什么大理想，大学毕业后，他老老实实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就去五矿上班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美国客户，才有了去美国继续学习的想法。但是像他这样半路出家去耶鲁学金融的日子并不好过。我说就是这儿就是永远不变啊，因为很简单嘛，美国都是这样的嘛，是吧？就你当时来的时候是这个，也是这个火车吗？对呀，都是这个火车啊，因为他也你坐 bus 过来，当时他坐火车，经常坐这个火车，这火车是坐最多的。当时在耶鲁也经常去纽约，还是说去？对呀，去纽约面试啊，经常坐这个火车，都是充满憧憬的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垂头丧气回来了。因为我自己以前，人家这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说这个，你要做转行做金融，你的所有的精力都是五矿，做矿的，人家都搞不清楚你是怎么回事。就再去了华尔街面试，一模一样的感觉，没人知道你五矿是谁。因为我们教的是金融背景的，以前人家都学金融的人，再加上你还是一中国人，就是根本都找不到工作的。就是耶鲁，因为有一年奖学金嘛。然后其他你必须得自己再找工作来支付这个学费，是这个过程当中。一支付学费，另外一个也要，如果你想找的一个毕业以后的长期的工作，去的地方，对，你一般要先从实习工作找起。明白。你先找了实习工作，你没有实习工作就没有计划找长期工作，但实习工作又能挣钱，帮你付下一学期的学费，这一举两得嘛。那么
但我呢是很不幸的嘛，就是我跟我一起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找到了，我还都没找到嘛。所以我觉得您求职那个经历也挺好笑的，就如果是我的话哈，比如说好不容易有一个考试的机会啊、他让你说这个区域要多少加油站，你还反问他为什么非要是加油站呢？对，一般求职者他会心态上和心理自然会低个半个台阶儿。对对啊、我觉得所以你要反问那么一下，挑战他一下，这个我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我觉得。这就应该正确的，就应该问这个问题，就应该这么想问题。因为你既然来分析我们分析问题和想问题的能力，我应该把真实的自我展现给你。虽然这个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嗯，其实我都知道这个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了。我一直认为就是说，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很重要，这个就是心里比较圆满嘛。张磊面试了若干回，却只有两次机会进到第二轮，没有一次能进到最后一轮。好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一个人的赏识，张磊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OK。18年过去了，如今张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校董，这个身份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荣誉。此前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亚洲人获得过。我看我有这张卡能够开任何一间这儿的房子，这栋楼吗？还是这上面的？就因为是那个刷的这个专门需要写的 trustee 就是校董，啊，你看一刷这张卡就可以进去。所有的楼的每基本上的都可以进，它都用全是电子控制的，那个。你就行了。对。From the 清华 Secretary General for the 清华 Foundation 清华 Endowment，yeah。这一天，他带着清华大学和西湖大学的老师去耶鲁捐赠基金学习取经。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见张磊的恩师大卫·史文森教授。他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首席投资官，担任过美国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在全球投资界，大卫·史文森是和巴菲特齐名的投资者。正是他的赏识改变了张磊的命运。在张磊找不到地方实习的时候，给了张磊实习的机会。So Lei is just an astonishingly motivated, bright, hardworking, engaging individual. He has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I would look for when I'm looking for somebody to be a colleague.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say, "Oh, this individual is." One out of 100. Wow. And that's not Lei. Lei is one out of a million. 大卫·史文森的这本《机构投资创新之路》是中国投资机构的必读书目，而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正是张磊。整个过程，他的认真和严谨给史文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当张磊后来创业时，不管别人投不投，史文森立马就投了2000万美元给他。So it's hard to say that his success is a surprise because I was fully convinced that he would be successful. But the magnitude of his success is astonishing. The rates of return on our portfolios and the amount of value that he's added is somewhere around $1.3 or $1.4 billion. So I'm not surprised that he was successful, but the magnitude of his success is stunning. That's like a learning capability. And you think, so there's an entrepreneur. 对张磊的未来，始料未及的并不是史文森教授一人，张磊本人也并不知道他日后会成为一个投资人。2002年，张磊从耶鲁毕业后，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及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他仍然按部就班地去找工作，在华盛顿的一家全球新兴市场投资基金做研究员。体面的工作，不菲的薪水，张磊就像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一样，过上了令人艳羡的美国中产的生活。只是这样舒适的日子，他似乎过得并不享受。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放弃了高薪的呀、体面的工作呀？
2002年、2003年，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其实我们那个加入 WTO 了嘛，2002年以后已经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能量energy 势头，对啊，势头在起来，而这个大家开始推崇这个企业家精神，其实我当时就蛮兴奋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一定在。其实倒没想到自己要创业或者什么，我觉得就是我 need to do something， 我一定要做点事儿。当时一个，其实当时想法很粗浅，就觉得我老婆都说我，哎，在美国我们都是这个下午4点钟就下班了，4点半就下班，周末没事的这个带带孩子，然后就去那个旁边的高尔夫球场练练球，然后呢经常去华人的超市去买菜，我还哎这里得买那个还都哎美国把那个一手中国菜手艺都给练出来了，本来生活挺美好挺安逸的，但是才另一方面咱们也可以说大洋彼岸吧，这个中国的这么大的这个你能看见这个磁场一样的吸引的这些很多全球的华人都去回去这个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说我当时在这个美国在这个做路演去找投资人啊，去找，当时大家2005年，对中国也没有那么了解，没有多少人敢于把钱放我们投资中国。当时我讲的中国的最大的机会就是创新，2005年我跟这海外投资人讲中国，确实你们说的问题我都承认，但是中国是一个全民族都被动员起来，要去做创新。我们的理论就跟那一个大标题就是，中国正在崛起，这个。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请立即上车。现场打了标语，现场就基本上就这个 train is leaving the station 啊，火车快开了啊，赶紧上车，赶紧上，就再不上车，你们就没机会投资中国了。就是说跟大家就是讲这个讲中国的故事，基本上一天下来十几个人，可能是90%人都说 no 的，对吧？那还有10%的人是吧？过一个礼拜以后也说 no， 那好难啊，真的是。这样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是一帮对吧？你讲一帮没做过投资的人在卖一个大家没投过的国家的故事，对吧？你这个肯定是。尽管最开始没有老外听得进去张磊讲的中国故事，但是随着张磊一笔笔投资成功后，越来越多的老外开始投钱给他。只是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对于中国，这些国外的投资者还是敏感而谨慎的。老觉得那个中国经济放缓了，中央有问题啊。其实中国的大好时机在后面呢，我们刚才叫重仓中国，跟他讲，告诉他们这个道理。问一下吧，好像就应该很近 ，right？ How do I get into the hall？ Where is the entrance？ Right there, sir. The entrance is the right. Sir, right there. Oh, that's the entrance over there. I'm not sure which door. Okay. No one ever gets me tickets. Okay. All right. The door is over there for you. Okay. All right. Are you playing there tonight? I hope so. I wish I could do it. You know what, sir? Go through that door right there. This, you think this? Listen, sir. Listen, not that first door, that door right there. I think oh, that's sister. Better.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s a lot. I appreciate it. 从来没去过康乃狄号的，这都得极其有钱的人去这演出的。人家问我们，看得我像个艺术家，人家以为。我们等会儿从前面绕过去吧。我也没去过啊。那这次这个会为什么放在那？搞不清。这是一个，实际上是，就是投资我们基金的基金，LP 的一个会。然后呢，他们对中国呢，最近都是大家对，中国这个新的发展，有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跟他们讲这个中国的机会。张磊要去卡耐基大厅见的是来自全球的机构投资人，也就是传说中张磊的 LP。 你能想象走在大街上
那个你同时能看到什么卡耐基做炼钢铁的，和 JP Morgan 还有这个做石油的洛克菲勒，还有 Larry Page 美国的谷歌的创始人，贝索斯、扎克伯格这些人走在一起吗？在中国这些人就是走在一起，这些在同一个舞台上同一个时间去登上中国的这个历史舞台，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作为投资人是一个太丰富的时代了，全世界的历史上都很少见，不会有一个世界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工业化、什么城镇化、这个互联网化、科技化、什么 AI 人工智能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全推出来，而且在全方位的展示，这沃土上只要你一件事情专注创新，这个很强执行力，一定能耕耘出一片土地的。一个呈现的这个整个的世界，我就是展现了一个丰富的清明上河图啊，就是整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都在展现出来。Hi,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十三年过去了，张磊仍然在讲中国故事。这场 LP 大会的内容我们无法拍摄，但就像张磊所说的，不管老外有怎样的担心，他都会用他的一手资料继续给他们增加信心。I need those steps anyway. We have a step, everyday counting step competition that we chat. People say like. 我们拍摄张磊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最大的感受是他并不神秘。别人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投出那么多经典的案例，但是在他那里似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做有价值的投资，做有价值的事。这话听起来有点虚，但是张磊却说这是他的信仰，并且他再次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信仰买单。2017年6月，张磊花500多亿收购了昔日鞋王百利集团，进军众人并不看好的传统企业。张磊会成功吗？他认为的价值真的能够带来价值吗？感谢您收看由老板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遇见大咖》。老板第四代大吸力油烟机两倍风压超大吸力。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独家特约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我老说这个价值，你不管做哪行的，我觉得都应该去想做自己，对自己都是自己的价值投资人。你这个做的事情是要创造价值的事情，对，而不是老是想着在一个浮躁里的社会，老在想的是这个短期博弈的事情。